今天我们来吃个红烧肉。这个血压出个叫呢。别转吧。我还弄了两个蛋。这个红烧肉是用我们四川的糖色酱做的，它就是起到一个固色提鲜，然后颜色好看的一个效果。有了这个糖色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炒糖色炒发苦，颜色不好看。这个糖色做的菜就是颜色又好看，味道还好。它就是纯纯的只有冰糖和水，配料表就只有冰糖和水。我们拿这个红烧肉、红烧猪蹄，只要上色的地方都可以用它。这是一款我们四川的糖色酱。哇，虎皮鸡蛋。这个姐妹们可以试试。好，拜拜。糖醋排骨，酸酸甜甜。这个就是小朋友们的最爱。防腐剂，平时这个可以做，就是糖醋排骨、糖醋鱼、糖醋里脊，跟孩子做，娃娃们的最爱。到三号。
姐妹们用了这个酱不需要放别的，只你就是想要颜色更好看一点，放一点点的酱油，其他都不放。糖醋汁搞定，好，喜欢糖醋的东西姐妹们可以去看看。老豆皮火锅，香的嘞。Oh.